多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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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點解咁神秘咁突然啊？哦，其實都唔突然噶啦。其實因為我哋嗰個註冊嘅儀式，其實喺今年即係年頭已經喺紐西蘭。紐西蘭就完成了嗰個註冊的儀式啦，因為得我哋兩個去啫，所以我哋係旅行結婚啦。翻到嚟香港之後，就會同埋我自己屋企人啊，即係雙方家長啊，咁就食飯啦，同埋都做咗一啲即係斟茶儀式啊嗰啲，咁雙方家長都好開心，咁所以就希望可以即係處理曬呢啲呢部分啊，咁之後再先同大家再分享喜悦咯，係啊。四十歲嘅無線花旦黃之敏早前突然宣布婚訊，透露已經嫁俾拍拖十年的圈外男友，获得不少网民的祝福。今日是他宣布结婚之后首次公开亮相，刚刚由英国返港的他随即重新投入工作，继续为新剧《香港重案》开工拍摄。志文在受访时透露，其实今年年初已经和老公在纽西兰注册结婚，港到有不少剧迷都担心他婚后会淡出幕前，志文即刻大派定心丸。他说老公一直都非常支持他拍戏，而他亦都会一如既往地继续工作。至于早前一直被性处理炒，志文坦言同公司的合约即将届满，但目前双方仲在洽谈当中，暂时未有新动态公布。